今天我要去体验北京人的快乐，走，滑冰去。打车到冰场，经过一段胡同，看，这就是冬天的什刹海。这个落日，再加上这个白雪皑皑，好美哦。但户外气温太低，我的奶茶都结冰了。我们好像还要走好长的一段路。悠闲的北京大妈，强壮的北京大爷，古代就已经流行在这滑冰了。我要走快一点了，因为听说一天会限制人数。 Oh my god， 排队，但好在还可以进去，估计排不了几分钟就可以买到票。冰场每天限制5000人，不会滑冰鞋，所以我只买了一个冰车，这是我的门票。从7号入口进入，挂满中国节，一派春节的气息，助力冬奥会的横幅。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，冰面结实。妈呀，好没经验啊！冰车发放。这种是双人的车，这是单人的车。要拿棍子才能上车。就这个车随便坐。没有什么灵不灵，看到一个合适的你就坐就好了，我都走不了。这样就走了，这就走了。你好像一个残疾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滑了，你好像个残疾人。我感觉在这个冰上面好滑一些，在那个雪上面实在是拖不动啊，太难了。还是那种自行车，那种自行车好滑。骑车撒狗粮的情侣，竟然是女朋友拖着男朋友向前冲，小兄弟的童年欢乐时光。这里可以排队做什么呀？这群少年在打冰球。被结在冰里面的树叶，朝着那楼山好滑一下，就特别适合拍照，果然好滑很多。啊，看这啊，哦，这就好滑多了。所以这个少，一个是这个抢手，还有一个是那个自行车也特别少，太开心了，手都已经泛红了。刚才没玩手套，好后悔啊！我好快乐啊！我体验到北京人的快乐了。这里光线特别好，后面这个塔是拍照的绝佳位置，难怪大家都可以来这出大片。新年快乐！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边一起画彩虹，不如摔一跤。对你说声新年快乐。